这个。好，好，你们在哪里讲？你们在哪里处理？这边讲是好。对，因为阳光太大。都不太远。我们走，边走哈，边走。不要，先给他访问人在那。市长，前总统的健康状况有如你想象吗？有如你的评估的当中啊，是好的吗？正常的吗？没有啦，那一些。来，等一下哈，等一下。不是不能讲病人的隐私吗？那有如寻你的想象吗？有符合你的条件，健康条件？不是啊，大概就是那些后遗症，就是还是那个样子嘛。那柯妈就是现在周围有爆料说是柯妈促成这一次你加冕和会。大哥，没有啦，没有啦，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要直接但联络就有了，这个那是要什么？还透过人家什么什么？我妈妈也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爆料的又是那个周威佑，他就是民党新潮流。怎么看到这是爆料？你觉得他是什么样子的想法？他会爆料？不是啊，他知道什么？我不晓得。好了，谢谢。好了，谢谢。之前没有见到市长，没有见到韩市长，今天等下去那个台湾灯，会不会就有点可惜啊？其实你都来到高雄了。有啦，这个要不啊，这个要见面机会很多。没有，只要今天来找阿扁总统是那个，因为他。我们当时给他写一本口述历史嘛，他已经写完了，结果还要我说那反正都写完了，应该还是要出版的，所以还要补照片呐，还要校稿什么。不过他那个补照片什么，他动作比较慢的，所以拖比较久。我说那差不多今年该出版的还是要出版的。所以你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吗？在政治上面的建议？也没有讲什么，大概主要还是在讲他那个口述历史的出版事宜的。这个我觉得都已经，我们文献馆都已经收集资料完了，这样。我是希望说他把照片补一补，还是给他出版的。我觉得这样的，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当过一任市长嘛，两任总统，这样。所以我倒觉得历史就是历史嘛，所以他有一些该出版的，还是我还是主张。既然有口述历史有记录，还是把它出版好了。那他有说他会支持你吗？他会支持你吗？人家不会讲这种话。好，来，谢谢。没有啦，这个。我们这边。打开蛋啊！刚刚市长他主要是上去，其实今天主要聊的是有关出书的部分，是不是？对，今天很谢谢哦，市长跟市长夫人哦，贤伉俪来看我的父亲。那当然，今天主要的一个讲的内容哦，就是这一本陈水扁先生的口述历史了哦，因为这个是台北市政府文献馆哦，那他来做的。那市长也希望说可以赶快出书哦，因为这是宝贵的记录。哦，那这个因为还要做校稿，还要补相关的一些资料跟照片，哦，所以我父亲跟市长也都有共识说哈，那希望最快可以四月哈，下个月就来给他出版，哦，那也希望说留下一个宝贵的记录。所以之前这本书就已经是谈好，所以今天的行程就是很早之前就对。对，这个口述历史其实在2016那个时候就开始来做了，那当然要经过很多次的访谈，那还有这个稿件也要再去修饰，然后校稿。那所以那除了这个讲口述历史以外，那当然市长也关心我父亲他的身体状况，哦，因为他最早也是医疗小组的召集人，那市长夫人他本身。也是小儿神经的专家啦，哦，所以他一看到我父亲的一些状况哈，那他也从医学上来关心他，哦，所以很感谢市长哈，这个是特别来看他。有聊到总统什么建议吗？选总统，因为他说把前总统陈水扁当作资料库一样，毕竟当过市长也当过总统，今天有没有提讨论到就是有关？无啦，今天无去讲到讲选总统的代志，主要是讲口述历史，啊，佮有医生看病人就是关心身体健康啦，所以这个柯市长他也觉得说，目前的状况稳定，然后没有再恶化，那这样应该就是最好的事情。阿扁总统有给他建议吗？政治上的建议？哦，没有，今天没有去提到其他政治上的议题啦，嘿。那现在因为就是绿营对柯市长其实反弹蛮大的，那怎么看现在就是柯市长跟绿营的僵持的情况？
就之前爸爸好像有直播的时候替柯市长就是说现在就是他是饮水思源的人，所以谁来都会看，那他是怎么样看柯市长？那台湾话咧讲的吼，即、這个食果子拜树头啦吼，就是讲因为家里即个病人的家属吼，因为柯市长他之前是我父亲的医师嘛吼，那他还是持续有在关心呐。哦，那确实从最早期那个时候第一次有医生入去即个北监来看他吼，那这个柯市长是第一个人呐，哦，所以一路关心到现在。那我觉得说站在这个感情的立场哈，那我们很谢谢柯市长。那至于政治上面的问题，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我不能代表绿营，然后我不是中央党部的发言人哈。那当然我们在站在病患的家属的立场哈，是谢谢柯P市长来看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嘛哈，近几年他拿来歌咏哈，啊那有时间嘛是来给他关心呐。我刚刚这嘛是人情之常哈，平常心看待。所以现在柯市长来看陈总统，但是会不会也给蔡总统有一些压力？因为感觉上是来争取，就是阿扁总统的支持。无啦，恁拢想想这起啊，这就是纯粹来关心他这样子。对，好，谢谢大家。四月份出版的时候会邀请总统到四月份出席那个发表会吗？还是这本书出版还会再表面吗？对，现在市长的意思是说，希望如果作业都顺利，就希望四月来正式出版它。那至于说出版要怎么去规划，那这个应该相关单位他们会再去研议啦。嘿，对，好，谢谢大家，谢谢，拍手哦，好，谢谢，好，谢谢，感谢，拜拜。